游戏呢是记忆大街唱，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有可能你先唱两句歌词，都是阿贝杰歌，然后你要举手唱它，接下来两句歌词。对，但是我们要先选出三位三位参赛者吧。对，你是唯一的，这里每一桌一个吧。好，戴这个帽子的，还有戴那个帽子的。对，还有帽子，然后我们三位加油。在我专辑中的歌其中两句，然后之后你要知道接这两句是什么，然后就接着唱就对了。然后我唱完之后，第一个举手的先抢答，有机会先答，对不对？好。啊，最后呢，最高分数的可以有。特别的礼物到时候要揭晓，那我先直接来了啊，看考考你们对我的歌曲熟不熟悉。这一题应该不难啊。为何爱越快乐越不能快乐，为何遍地都是爱情的象征，请作答。非常快，谁还能说爱情中一切都是值得，就算我们能复合都不折伤又如何，守护呢？耶，答对了。还没第二，还有第二题。第二题嘿，你还好吗？过得好吗？好快啊，嘉如，你都背好了吗？没有，等我先举手。好，你们害羞还是不知道？好，接下来两句是什么？五、四、三。但我不知我想听真话不假话，嘿，你还好吗？答对啦，两句哦。他这两句接音了吗？他把最后一首也唱了。好，他把最后一首也唱了。最后一首唱，看再考考你们。叫嘉如不要举手的话，或者你们的队友可以给提示嘛，哈。准备哦。关于我们。谁能形容的精准？好，慢慢来，要拿歌词本出来吗？这个比较难一点。先慢慢想啊。或者你们的朋友要不要给一下提示呢？关于我们，谁能形容的精准？大声一点！好，已经歌词给你，你要唱出来哦。用音乐放给你。好了，请放。你不需要唱，你讲把那个字说出来也可以。还是了解我们。得先听我的版本。听我的。答对了，了解我们，先听我的版本。OK。送什么呢？来。气球。两个气球。万圣节的气球嘛，那待会还会再玩，还有更多奖品。冠军先拍张照。好，这边拍张照。这张可以帮我拍吗？哦，谢谢。我要倒退。